现在准备做毛巾操啊，这个毛巾拿了之后，双手伸直，身体挺直，先吸一口气，向左呼气，好，回正，再吸气，向右呼气，好，再回正，好，向上，然后眼睛看天花板，脚垫高往后。哦，这个要小心，哦，不要跌倒。那我们接下来是要让我们所有每一个人，包括上班族，在你工作很疲劳的时候，让全身的肌肉放松。所以特别教大家做一些上盘、中盘、下盘的运动。那这个很简单，先把你左脚往前。好，那上盘的话，拇指朝上，好，两手伸直，往后做四个八拍。好，然后完了之后回正。这时候你的眼睛可以微闭，然后开始稍微转个圈圈，很慢的，很缓慢的，因为我们的脖子非常脆弱，不要太快，也不要太多。上盘做完之后，接下来中盘，中盘手伸出来，拇指相对，好，一样，左脚向前伸，一样，手往上，做四个八拍。好，其实它对于无时间的预防或粘连都有非常好的效果，尤其我们中盘做完之后，就要让我们的肩膀先往后耸肩，对，耸肩，然后也大概就往后做八拍之后再往前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做下盘，一样，我们双手只是拇指朝下，好，让你先左脚往前，好，一样做四个八拍。你要伸手要伸直，身体尽量往后，你这时候要做一个缓和动作，把你的眼睛往天花板看，手慢慢的，好像把你的手掌折起来，慢慢折，然后慢慢回来，然后再收操，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。